这是一间由猫咪经营的面包店。二代店长 Gary 坚持每天手揉面包，一代店长的孙女无所事事，对外都自称是艺术家。哎，什么可以吃的？吃面包，麦芽糕餐包，猫面包店的特色。柔软的面包包裹着化包配方的麦芽糕，吸引着大批吸食猫毛过量的猫奴前来购买。哎呀，你看看你，快吃化毛餐包。一天 ，Gary 阿伯听到了猫的哭声。哎，什么声音啊？是一只又脏又丑的小野猫。阿贝将小猫咪带回细心呵护，也不过才三个月的时间，小猫暴风成长，变成五公斤的胖猫，而小猫咪也展现了过人的智慧。这只猫好像有点聪明。新时代的母猫就该去上学。就这样，史上第一只上幼稚园的猫咪诞生了。各位小朋友，我们今天来了新同学哦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梅，我的英文名字是安娜，我是一只一岁的猫咪。好，那大家要好好跟小梅相处哦。小梅，你会握手吗？不会。那坐下呢？也不会。那你会装死吗？不会。你怎么什么都不会啊？因为我是猫咪啊。老师拜拜，小梅拜拜。怎么了？晕车吗？把手伸出来给我看。肉球这边有很多穴道，按了会比较舒服，有比较好吗？应该有。小朋友，这个是天竺鼠，要轻轻摸它哦。小梅不可以这样啊！不可以欺负天竺鼠，你爱不下无度。小梅不可以撞玻璃，这很危险的。喂，你说小梅太暴力，要我们多关心她。可是你们幼稚园怎么会有蟑螂啊？你们环境也太脏了吧。老师说我们这学期的学杂费不用付。上 Live 搜寻勇敢的安娜小梅，追踪 B 面的废话乱话，安娜小梅不漏追。喜欢影片的话，也请按赞加订阅，或是按超级感谢 Donate 我，你的支持是我创作的动力。拜托，赞助小可爱有千千与雷拉是比美粉，闪到悠悠肉乳，洗手雨叫便秘女巫，空喝蜜豆，三十岁大学生，进酒整形坤，蒙面君闷管爱比美，汤圆西瓜赵君正，以后的小白裤，乌冬冬脑，我男友陈永亮超帅，艳艳的帅爸帅妈，阿伦我们晚上不睡觉，校工在屋里奔跑，日恒之臂不抽中，你的苦骂鲁最爱可爱可比可露度的 U 妈咪，再睡两下，车中间合了八个 G， 小姨高管更上爱做王爷的小叶子 ，A B B 快报小腹组乐高，热情的香港人才怪，大师兄员外带你，哎你君 ，It's up right， 余文阿雪雪 ，Super 猫总监之我。我爱你啊啊！嘻嘻乐乐爱比美水泥 ，INZ 北漂归软，谢意姐弟的爸爸妈打炸弹客家人与他老婆，悉尼爱比美有，世界上最美女人 ，BT 君娜，宇宙中的纯爱周一和爱比美的泡泡，妈妈的好好的店，阿布里拉巴沙巴吉米许，自从平安找到头好壮啊啊！哎呦我在比美这，比美好棒，鬼父的小女孩又美又爱陈照照，秋灰灰开回机，牛牛皮皮都是爱哭 baby， 五十六妈妈爱唱古风格的奇奇 ，B B 店包包猪猪小羊装开好帅，爱与光之小胖子是宇宙光光陛下 ，W S Y 八十七在可爱的壳，纯正超时空针脚瑞瑞，还有玉水蛋。再见。